同学们好，欢迎来到一城有道学堂。这次课咱们要学习的学位叫做商阳学。商阳学呢，它是属于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学位，而且呢，它是手阳明大肠经上的第一个学位。那首先呢，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商阳学的定位。商阳学呢，也是在手指食指末节桡侧指甲根脚侧上方 0.1 寸处。大家通过看商阳的定位应该会觉得很熟悉，因为咱们之前已经学习过少商穴的定位。大家还记得少商穴的定位吗？再回忆一下啊。那其实商阳穴和少商穴的定位呢，基本上就差了一个字，也就是在这儿，它们位于不同的手指上。商阳穴呢是位于食指末节桡侧，那少商穴大家回忆一下是在哪个手指啊？是在拇指啊。少商是拇指末节桡侧指甲根脚侧上方 0.1 寸，而少商穴呢，它是属于手太阴肺经的一个穴位，咱们也刚刚学过了啊。那这次呢，咱们到了手阳明大肠经上，手阳明大肠经的第一个穴位商阳穴，它是位于食指末节桡侧。那首先呢，咱们就来在手指上，在食指上定位一下商阳穴。首先食指大家都知道啊，这就是食指，食指末节，食指末节呢也就是有指甲的这个地方啊。末节呢，它就指离咱躯干离身体远端的地方，那肯定就是指的食指末端。然后桡侧，桡侧咱们也已经反复说过了啊，因为在咱的前臂有两根骨头组成，这边是桡骨，靠近拇指的是桡骨，然后靠近小指呢是尺骨，所以桡侧呢就指的是靠近桡骨的这一端。那当然对于食指的桡侧来说就是这一边啊。指甲根脚侧上方 0.1 寸 ,0.1 寸括号里写的是指寸，咱们在讲少商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啊，这个指寸呢就是指的患者的手指同身寸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拇指这个指尖横纹的距离是一寸，那 0.1 寸呢就是它的十分之一啊，大概呢指甲根脚侧上方 0.1 寸处这个位置呢就是商阳穴。那它的位置还有一个办法来定位啊，首先是从食指指甲的桡侧缘画一垂线，然后呢指甲基底缘也画一条横线，然后这两条线相交的这个地方就是商阳穴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那少商穴呢，它也是在指甲根脚侧上方，只不过在拇指末节桡侧啊，所以也可以根据画这两条线来确定。好，那这是商阳穴的定位，接下来呢咱们就看一下它的主治，也就是通过刺激商阳穴咱们能够治疗哪些病症。首先是第一大类病症，齿痛、牙疼、咽喉肿痛、颊肿，这个颊呢就是指的面颊，耳鸣、耳聋、青盲。青盲呢它其实是指的一种眼部的疾病，其实基本上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视神经萎缩，那患者的表现呢往往就是视力减退甚至失明的这种表现。那这就是商阳穴的第一大类主治病症。大家可以看出来呢，这些呢都是头面五官科的一项病症啊，你看涉及到了牙齿、咽喉、面颊、耳朵甚至眼睛。那商阳穴呢之所以能够治疗这些病症，主要和它所位于的手阳明大肠经有关系。大家如果学习过相关的经脉知识就应该知道啊，十二经脉，手阳明大肠经是十二经脉之一。十二经脉呢它有一定的循行路线，循行经过咱人体的相应的部位。那这些头面部呢，手阳明大肠经的经络都循行经过。那经络所过，主治所及，就是因为手阳明大肠经循行经过这些部位，那商阳穴作为位于大肠经上的一个穴位呢，它自然可以治疗这些部位的病症。接下来呢是商阳穴可以治疗热病无汗或者是神昏。神昏，神中医这样的神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意识啊，神昏意识不清楚这种状态，商阳穴呢也可以来治疗。然后商阳穴主治的第三类病症
手指麻木、肿痛，这个就更好理解了啊。咱们在数学总论里边，数学的主治特点中已经讲过了，数学所在，主治所在。那数学呢，可以主治它所在部位及临近部位的病症。那通过学习刚才商鞅的定位，咱们已经知道了，它就位于食指、手指上，自然可以治疗手指的病症。像这里手指的麻木肿痛都可以通过刺激商鞅穴来治疗。好，那这就是关于商鞅穴的主治。那最后一个咱们来看操作，也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刺激商鞅穴。首先呢，当然还是常规啊，就是用普通的针灸针来进行针刺。一般的这个地方皮薄肉少，针刺也不会太深，所以说浅刺 0.1 寸，然后或者是点刺出血。这个地方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，像之前咱们讲过的少商穴也有这种点刺出血这种刺激方法，商鞅穴也一样啊，而且他们也有个共同主治，比如说治疗咽喉肿痛的时候，这两个穴位呢你都可以来选取。因为这个点刺出血呢，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泄热作用，本身商鞅和少商穴性呢也偏于泄热，所以呢尤其在治疗咽喉肿痛的时候，你可以选取少商和商鞅来进行点刺放血。好，那这就是关于商鞅穴的一些内容，咱们还是从它的定位、主治和操作来进行讲解。那这节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次课再见。